自己的钱自己存，小孩存款妈妈不得而知。现在的小孩很聪明，有任何钱他都说妈妈交给我，我知道怎么存，然后他就会自己去藏起来，跟我女儿一样。爸妈都讲说，哎，来来，以后这我帮你存起来，以后长大再还给你。对，同样的跟小孩这样讲啊，他就说没有哦，我都没有看到钱在哪，他都会问哦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